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中姚琴三藏鸠摩罗什译。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有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不得是清净妙身。亦复施事守楞严三昧。于是瞿获天子与释提桓因言：诸声闻人已入法位，虽复称叹爱要佛道，无能为也，以于生死作障隔故。若人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今发当发，世人则应爱要佛道，能得如是上妙色身。譬如有人从生耳盲，虽复称叹爱要日月，然其不蒙日月光明。如是声闻入法位者，虽复称叹爱要佛法，而佛功德于身无益。是故若欲得此妙身大智慧者，当发无上佛菩提心，便得如是上妙色身。瞿获天子说是语时，万二千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坚毅菩萨问瞿获天子言：行何功德转女人身？答言：善男子发大圣者，不见男女而有别异，所以者何？萨婆若心不在三界，有分别故，有男有女。仁者所问行何功德转女人身，昔世菩萨心无缠取，云何尔是？答言：如是世尊。云何其心而不缠取？答言：身业随口，口业随意，是名女人心无缠取。问言：云何转女人身？答言：如成。问言：云何如成？答言：如转。问言：天子，此语何意？答言：善男子，一切诸法不成不转，诸法一位，为法性位。善男子，我随所愿有女人身，若使我身得成男子，于女身相不坏不舍。善男子，是故当知，是男是女俱为颠倒，一切诸法即于颠倒，悉皆毕竟离于二相。坚毅菩萨问瞿获言：汝于守楞严三昧知少分也？答言：善男子，我知他得身自不正，我念过世释迦牟尼佛在净饭王家为菩萨时，于宫殿内众才女中夜半清净，
而时东方恒河沙等诸梵王来，有问菩萨圣者，有问声闻道者，菩萨各随所问而答。于梵众中，有一梵王不解菩萨所行方便，而作是言：仁者，乃有如是智慧，善答所问，云何贪受王位色欲？于诸梵王了知菩萨智慧方便，于此梵言：菩萨不贪王位色欲，将为教化成就众生，处在居家现为菩萨，而今他方成就佛道，转妙法轮。示范文已，而作是言：德和三昧能作如是自在神变。于范未言：是首楞严三昧势力。善男子，我于尔时而作是念：菩萨三昧神力感应，智未曾有，处在爱欲邻里国事，而能不离如是三昧。我闻此已倍加恭敬，于菩萨所生世尊想，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于来世亦当成就如是功德。善男子，我所见者如是少分，我为知此首楞严三昧，当有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势力。坚毅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是渠获天子身心说此，皆是如来为作，善知是常所护故。世尊，渠获天子不久亦当住首楞严三昧，得是自在神变势力，如今世尊所为无益。坚毅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此会中宁有得是首楞严三昧者否？尔时会中有天子名现意，于坚毅菩萨言：譬如古客入于大海，而作是言：此大海中有摩尼珠，可持去否？如与四世，所以者何？于今如来大智海会，其中菩萨成就法宝，发大庄严，汝在中座而作是问：于此会中宁有菩萨得是首楞严三昧者否？坚毅，今此会中自有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现地势身，有现梵王身，有现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身，有得首楞严三昧，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，有得首楞严三昧以诸相好而自言身，自有菩萨为化众生现作女身，形色相貌，有现声闻形色相貌，有现辟支佛形色相貌。坚毅，如来自在随所至众，若刹利众、婆罗门众、若居士众、士众、梵众、诸护士众，随是诸众普能示现形色相貌，当知皆是首楞严三昧本是果报。坚毅，若见如来所说法处，当知此中
则有无量诸大菩萨，大智自在发大庄严于一切法自在行者，能随如来转法轮者。坚毅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为是现役天子，得此首楞严三昧，如其智慧辩才无碍，神通如是。佛言：坚毅，如汝所说，是现役天子已著首楞严三昧，通达是三昧故，能作是说。尔时佛告现役天子：如可示现首楞严三昧本是少分。现役天子与坚毅言：仁者，欲借首楞严三昧少势力否？答言：天子，愿要欲借。现役天子善得首楞严三昧力故，即现变应，令众会者皆作转轮圣王三十二相而自庄严。及诸眷属七宝侍从，天子问言：汝见何等？坚毅答言：我见众会皆作转轮圣王色相，眷属七宝侍从。尔时天子复现众会皆作室底还阴处刀立功，百千天女坐众祭乐围绕娱乐，复以神力普令众会皆作梵王色相威仪，在于梵宫行四无量。又问坚毅：汝见何等？答言：天子，我见众会皆是梵王，复现神力普令众会皆作长老摩诃迦舍形色相貌，直持衣钵入诸禅定，行八解脱皆无有异。复现神力普令众会皆如释迦牟尼佛身，相好威仪，各有比丘眷属围绕。又问坚毅：汝见何等？答言：天子，我见大众皆是释迦牟尼佛身，相好威仪，各有比丘眷属围绕。现役天子为坚毅言：是为首楞严三昧自在势力如意。坚毅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芥子中，令诸山河日月星宿悉现如故，而不破则是诸众生。坚毅，首楞严三昧不可思议势力如是。尔时诸大弟子及诸天龙夜叉乾闼婆示范护世天王同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人得是首楞严三昧，是人功德不可思议，所以者何？是人则为究竟佛道，成就智慧神通诸明。我等今日于一座上普见众会种种色相，若干变现，我等为念，若人不闻首楞严三昧，当知是为魔所得变。若得闻者，当知是人诸佛所护，何况闻以随说行者。世尊，菩萨若欲通达佛法，至于彼岸，当一心听首楞严三昧，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。世尊，菩萨若欲普现一切形色威仪，欲悉普知一切众生心心所行，又欲普知一切众生随病与药，当善听是
三昧法宝受持读诵。世尊，若人得是守楞严三昧，当知是人入佛境界，智慧自在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等说。若人不得守楞严三昧，不得名为身行菩萨。如来不为此人具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是故汝等若欲遍行一切道者，当学得是守楞严三昧，不念一切诸所学故。尔时坚毅菩萨问现役天子言：菩萨，若欲得是三昧，当修行何法？天子答言：菩萨若欲得是三昧，当修行凡夫法。若见凡夫法，佛法不合不散，是名修习守楞严三昧。坚毅问言：于佛法中有何散也？天子答言：凡夫法中尚无何散，何况佛法？云何名修行？若能通达诸凡夫法，佛法无二，是名修习，而实此法无何无散。善男子，一切法即无生相故，一切法即无坏相故，一切法即虚空相故，一切法即无受相故。坚毅复问：守楞严三昧，去至何所？天子答言：守楞严三昧，去至一切众生心行，而亦不缘心行取相；去至一切诸所生处，而亦不为生处所污；去至一切世界佛所，而不分别佛身相好；去至一切音声语言，而不分别诸文字相；可能开示一切佛法，而不至于毕竟尽处。善男子，问是三昧至何处者，随佛所至，是三昧者亦如是至。坚毅问言：佛至何处？天子答言：佛如如故，至无所至。又问：佛不至涅槃也？答言：一切诸法究竟涅槃，是故如来不至涅槃。所以者何？涅槃性故不至涅槃。又问：过去恒河沙等诸佛不至涅槃也？答言：恒沙诸佛为是生也。坚毅言：如来所说恒沙诸佛生已灭度。天子言：善男子，如来不云一人出世多所饶益安乐众生，与意云何？如来为定得诸众生有生灭也。天子：如来于法不得生灭。善男子：当知如来虽说诸佛出于世间，于如来相而实无生；虽说诸佛至于涅槃，于如来相如实无灭。又问：今现无量如来得成道否？答言：如来无生无灭相，如是成道。善男子，若诸佛出若入涅槃，无有差别，所以者何？如来通达一切诸法是寂灭相，
是名为佛。又问，若一切法毕竟寂灭，涅槃相者可通达也？答言，如一切法毕竟寂灭，同涅槃相，通达相者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如来不以生住灭出，无生住灭是名佛出。坚毅问言，汝住守楞严三昧，能作如是说也？答言，善男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化人，住何法中而有所说？坚毅答言，成佛神力能有所说。又问，佛住何处而作化人？答言，佛住不二神通而作化人。天子言，如如来住不住法而作化人，诸化人亦住不住法而有所说。坚毅言，若无所住，云何有说？天子言，如无所住，说亦如是。又问，菩萨云何具足要说辩才？答曰，菩萨不以我相，不以彼相，不以法相而有所说，是名具足要说辩才。随所说法文字相不尽，法相亦不尽，如是说者不以二说，是名具足要说辩才。又善男子，若菩萨不舍诸法幻相，于诸音声不舍想象，是名具足要说辩才。又如诸文字音声语言，无处无方，无内无外，无有所住，从众缘有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处无方，无内无外，亦无所住，非是过去未来现在，不为文字言辞所表，内自通达而有所说，是名具足要说辩才。譬喻如想，一切音声皆随想象而有所说。坚毅问言，随意云何？善男子，随虚空是随意，如虚空无所随，一切诸法亦无所随，诸法无比，无有譬喻，唯有德者言有所随。尔时世尊赞天子言，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菩萨于此不应惊怖，所以者何？若有所随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坚毅菩萨白佛言，世尊，是现役天子从何佛度来至此间？天子未言，问作何等？坚毅答言，我今欲向彼方作礼，以是大事游行住处。天子未言，若人守德，是守楞严三昧者，一切世间诸天人民皆应礼敬。尔时佛告坚毅菩萨，是现役天子从阿处佛妙喜世界来至于此，世人于彼常说守楞严三昧。坚毅，一切诸佛无有不说守楞严三昧者。坚毅，是现役天子于此娑婆世界当得成佛，世人欲断此五浊恶，取净佛度，教化众生，修习增长守楞严故，来至于此。
坚毅白佛言：今此天子几时当于此间世界得成佛道？其号云何？世界何名？佛言：是天子者，过世贤劫千佛灭异，六十二劫无复有佛，中间但有百千万亿辟支佛出，其中众生得种种善根，过世劫已当得成佛，号净光称王如来，世界尔时名为净界。于是净光称王如来能令众生心得清净，世界众生不为贪欲嗔恚愚痴所缚，得法净信，皆行善法。坚毅是净光称王佛受十小劫，以三圣法度脱众生，其中无量无边菩萨得首楞严三昧，于诸法中得自在力，尔时摩若摩民皆修大圣慈悯众生，其佛国度无三恶道及诸难处，庄严清净如玉丹月，无众魔事离诸邪见，佛灭度后法住千万亿岁。坚毅是天子者，当于如是清净国度而成佛道。尔时坚毅菩萨为天子言：汝得大力，如来授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天子答言：善男子，于一切法若无所得，是名大力；于法有得，是则无力。善男子，是故当知，若不得法，是名大力。说是与时，二万五千天子曾于先世执众得本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有万菩萨得无生忍。尔时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未曾有也。今说首楞严三昧，尔是恶魔不来扰乱。佛告舍利弗：汝欲见魔衰恼是否？唯然，欲见。尔时佛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，一切众会皆见恶魔被舞戏缚，不能自解。佛告舍利弗：汝见恶魔被舞缚否？唯然，一见。此恶魔者为谁所缚？佛言：是首楞严三昧威神之力。在所佛度说首楞严三昧，其中诸魔欲以恶心作障碍者，首楞严三昧给予诸佛威神力故，其诸恶魔皆自借身被吾系缚。舍利弗，在所说首楞严三昧处，若我现在，若我灭后，其中所有诸魔魔民给予人众怀恶心者，以首楞严三昧威神力故，皆被五缚。尔时会中天龙夜叉、乾闼婆等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此三昧心无有疑，不为障碍，我等不欲身被五缚。世尊，我等恭敬此三昧故，皆当往护说是法者。于是三昧声是尊响，佛告诸天龙神：如以是故，当于十二见缚而得解脱。何等十二？我见缚，众生见缚，寿命见缚，人见缚，断见缚，
常见父，我作见父，我所见父，有见父，无见父，此彼见父，诸法见父，是为十二。汝等当知，若有众生于佛法中起嗔恨心，欲毁坏者，皆以注视十二见父。若人信解随顺不逆，于此十二见父当得解脱。尔时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恶魔于今得闻说此首楞严三昧名否？佛言：亦闻。一被缚故不能得来。舍利弗言：如来何不以威神力令魔不闻说首楞严三昧名字？佛言：其之，勿作此语。假使恒河沙等世界满中大火，未闻说此首楞严三昧，当从中过。何以故？若人但闻说首楞严三昧，我说此人大德善力，圣德四禅，生四梵处。舍利弗，若使恶魔今得闻说首楞严三昧名字，以此因缘当得出过一切魔事。若以被缚而得闻者，亦当于此十二见缚而得解脱。是故舍利弗，邪见恶人入魔王者，尚应闻此首楞严三昧，何况静心欢喜欲闻。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魔界行不污，白佛言：唯然，世尊，我今当现于魔界中，自在神力令魔得住首楞严三昧。佛言：随意。时魔界行不污菩萨即于会中忽然不现，现于魔宫与恶魔言：汝宁不闻佛说首楞严三昧？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出汝境界，亦皆当复度脱于人出汝境界。魔即报言：我闻佛说首楞严三昧名字，已被五缚不能得往。所谓两手两足及头。又问恶魔：谁系汝者？魔即答言：我是发心欲往坏乱听受首楞严三昧者，即被五缚。我是复念诸佛菩萨有大威德，难可坏乱，我若亡者，或当自坏，不如自住于此宫殿。作是念已，即于五缚而得解脱。菩萨答言：如是，一切凡夫亦想分别，颠倒取向，是故有缚；动念细论，是故有缚；见闻觉知，是故有缚。此中实无缚者、解者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无缚，本解脱故；诸法无解，本无缚故。常解脱想，无有愚痴。如来以此法门说法，若有众生得知此意，欲求解脱，勤心精进，则于诸缚而得解脱。时魔众中七百天女，以天香花、墨香、涂香及诸璎珞，散魔界行不污菩萨，而作誓言：我当何时于魔境界而得解脱？菩萨报言：汝等若能不坏魔缚，则得解脱。云何名为魔缚？为六十二见。若人不坏此诸见者，即于魔缚而得解脱。天女复言：
云何名为不坏诸见而得解脱？答言：诸见本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。若知诸见无去来相者，即于魔缚而得解脱。诸见非有非无，若不分别有无，即于魔缚而得解脱。若无所见，是为正见。如是正见，无正无邪。若法无正无邪，无作无受，即于魔缚而得解脱。是诸见者，非内非外，亦非中间。如是知见，亦复不念，则于魔缚而得解脱。七百天女闻说此法，即得顺忍，而作是言：我等亦当于魔界中行无所污，度脱一切魔所缚者。尔时魔界行不污菩萨与恶魔言：汝诸眷属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汝作何等？恶魔答言：我被五缚不知所作。菩萨答言：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当从此缚而得解脱。十诸天女慈悯魔故，皆作是言：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勿于安隐生不畏想，勿于乐中而生苦想，勿于解脱而生复想。尔时恶魔生谄取心，而作是言：若汝舍离菩提心者，我当发心。时诸天女以方便力而为魔言：我等皆已舍离此心，汝便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若依菩萨发菩提心，一切菩萨一同是心，所以者何？心无差别，于诸众生心皆平等。尔时恶魔为魔界行不污菩萨言：我今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以是善根，令我复解。说此言已，即自见身从复得解。时魔界行不污菩萨以神通力放大光明，现净妙身照于魔宫。魔自见身无有微光，犹如墨炬。时魔众中二百天女身着淫欲，见此菩萨身色端正，其染爱心，各作是言：世人若能与我从事，我等皆当随顺其教。使此菩萨知诸天女素缘应度，即时化作二百天子，色貌端严，如身无异，又作二百宝蛟露台圣魔宫观。使诸天女皆自见身在此宝台，各个自慰，与此菩萨共相娱乐，所愿得满，淫欲一息，皆生身心爱敬菩萨。菩萨即时随其所应而为说法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使魔界行不污菩萨为恶魔言：如可一佛，魔作是念：我复已解，当一佛所坏乱说法。尔时恶魔眷属围绕行义佛所白言：世尊，勿复说是守楞严三昧，所以者何？说是三昧，我身即时被五系缚，唯愿如来更说于是。时坚毅菩萨为恶魔言：谁解汝缚？答言：魔界行不污菩萨解我系缚。如许何事而得解脱？魔言：
我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佛告坚毅菩萨，今是恶魔为解缚故发菩提心，非清净意。如是坚毅，我灭度后后500岁，都有比丘为利养故发菩提心，非清净意。坚毅，汝观首楞严三昧势力，佛法威神，使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以轻细心、贪利养心、随逐他心，闻是三昧而发菩提心。我皆知此心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作因缘，何况闻是首楞严三昧能以静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知此人于佛法中已得必定。坚毅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此恶魔闻说首楞严三昧，为解缚故发菩提心，亦得具足佛法因缘耶？佛言：如汝所说，恶魔以闻是三昧福德因缘即发菩提心因缘故，于未来世得舍一切魔事、魔行、魔缠取心、魔衰恼事，从今以后渐渐当得首楞严三昧力，成就佛道。坚毅菩萨为恶魔言：如来今已与汝受记。魔言：善男子，我今不以清净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如来何故与我受记？如佛言曰：从心有业，从业有报，我自无心求菩提道，如来何故与我受记？时佛欲断众会疑故，告坚毅言：菩萨受记凡有四种。何谓为四？有未发心而与受记，有事发心而与受记，有密受记，有得无生法忍现前受记，是谓为四。唯有如来能知此事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。坚毅，云何名为有未发心而与受记？或有众生往来五道，若在地狱，若在畜生，若在恶鬼，若在天上，若在人间，诸根猛利，号耀大法。佛知是人过此若干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又与若干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行菩萨道，供养若干百千万亿挪由托佛，教化若干百千万亿无量众生令住菩提，又过若干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号字如是，国度如是，声闻众数寿命如是，灭后法住岁数如是。佛告坚毅：如来悉能了知此事复过于世，是名未发心而与受记。尔时长老摩诃迦舍前白佛言：从今以后，我等当于一切众生生世尊想，所以者何？我等无有如是智慧，何等众生有菩萨根，何等众生无菩萨根？世尊，我等不知如是事故，或与众生生轻慢心，则为自伤。佛言：善哉善哉。迦舍，快说此言，以是事故我经中说，
仁则不应妄称量众生，所以者何？若妄称量于他众生，则为自伤。唯有如来应量众生给予等者，以是因缘，若诸声闻给予菩萨，于诸众生应生佛想，是发心以得受记者，或自有人久值得本，修习善行，勤心精进，诸根猛力，号耀大法，有大悲心，普为众生求解脱道，世人发心即住阿惟越智，入菩萨位，堕必定数，出过八难。如是等人事发心时，诸佛给予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名号如是，国度如是，寿命如是。如是等人如来知心而与受记，是名发心给予受记。密受记者，自有菩萨未得受记而常精勤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要种种施，要一切施，受法坚固，持戒不舍，身发庄严，有大忍力等心众生，勤行精进，求诸善法，身心不懈，如旧投然，行念安隐，能得四禅，要求智慧，行佛菩提，九行六度有成佛相，十余菩萨、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等皆作是念。如此菩萨勤心精进，实为稀有。几时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其号云何？国度何名？声闻众数多少云何？佛为断此众生疑故而与受记，不令众会皆得闻之，唯是菩萨独不得闻佛神力故，令一切众知是菩萨成佛号字国度如是，声闻众数多少如是。众所疑者实悉绝了，于此菩萨生是尊享，而是菩萨不能自知，我为得记，为未得记，是为菩萨密得受记。现前受记者，有菩萨九级善根，无不见得，常修梵行，观无我空，于一切法得无生忍。佛知此人功德智慧悉已具足，则于一切天人、模范、沙门、婆罗门大众之中现前受记，作誓言：善男子，汝过若干百千万亿劫，当得成佛，号字如是，国度如是，声闻众数寿命如是，使无数人随孝世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世人佛前得受记一身生虚空高七多罗数，坚毅是名第四现前受记。尔时坚毅菩萨白佛言：今此会中宁有菩萨以此四事得受记否？佛答言：有。师尊，谁是？佛言：此狮子吼王菩萨药浴居士子，是未发心而得受记。如是等他方世界无数菩萨亦未发心而得受记，复有寂灭菩萨、大德法王子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，如是无量诸菩萨等，是发心时给予受记，皆住阿惟越智地中。世中复有智勇菩萨、意义菩萨、如是无量诸菩萨等，密于受记。坚毅，我及弥勒贤劫千菩萨皆得无生法忍现前受记。坚毅菩萨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菩萨所行不可思议，受记亦不可思议，
一切声闻诸辟支佛尚不能知，况于众生。佛言坚毅，菩萨所行所发精进，威神势力不可思议，而时魔界行不污菩萨所化天女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各以天花散于佛上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不要密得受记，我等愿得无生法忍现前受记，唯愿世尊于今与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佛时微笑，口出种种妙色光明，照诸世界，还从顶入。阿难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故笑？佛告阿难：汝今见是二百天女合掌敬礼如来者否？已见，世尊。阿难：是诸天女已曾于昔五百佛所深种善根，从事已去，当复供养无数诸佛，过七百阿僧祇劫已，皆得成佛，号曰净王。阿难：是诸天女命中之后得转女身，皆当生于兜率天上，供养奉侍弥勒菩萨。尔时恶魔闻诸天女得受记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自于所有眷属不得自在，以闻说是守楞严三昧故，况于闻者？若人得闻守楞严三昧，即得必定住佛法中。尔时天女以无怯心与恶魔言：汝勿大仇，我等今者不出汝界，所以者何？魔界如即是佛界如，魔界如佛界如不二不别，我等不离是如。魔界相即是佛界相，魔界法佛界法不二不别，我等于此法相不出不过。魔界无有定法可示，佛界亦无定法可示，魔界佛界不二不别，我等于此法相不出不过。是故当知，一切诸法无有决定，无决定故无有眷属，无非眷属。尔时恶魔忧愁苦恼，欲还天上。魔界行不污菩萨为恶魔言：汝欲何去？魔言：我今欲还所住宫殿。菩萨谓言：不离世众，即是汝宫殿。尔时恶魔即自见身除本宫殿。菩萨语言：汝见何等？恶魔答言：我自见身除本宫殿，好林原池是我所有。菩萨语言：汝今可以奉上如来。魔言：可耳。是作是语即见如来声闻菩萨，一切大众皆在其中说守楞严三昧。尔时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佛所住处说守楞严三昧，有施时以佛德成道，此二施主何者福多？佛言：阿难，施佛时已，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时已转法轮，时已说守楞严三昧，此三时福无有差别。阿难，我于何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当知其处即是金刚，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于其中得成佛道，随所住处说守楞严三昧等无差别，即有读诵书写之处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施佛时已初转法轮，若有法师得施时已读诵说是守楞严三昧，此二施福等无有异？
又复阿难，佛住精舍，以十八种神通变化度脱众生，复有精舍于中读诵，说是首楞严三昧，此二福处其福不异。尔时阿难与恶魔言：汝得大力，能以宫殿施佛令众。魔言：是魔界行不污菩萨恩力所致。坚毅菩萨白佛言：师尊，是魔界行不污菩萨住首楞严三昧，神力自在，乃如是乎？佛言：坚毅，如汝所说，今此菩萨住是三昧，能以神力随意自在示现一切行魔界行，而能不为魔行所污，与诸天女现象娱乐，而时不受淫欲恶法。是善男子住首楞严三昧，陷入魔宫而身不离于佛会，现行魔界游戏娱乐，而以佛法教化众生。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中恭诵经。